家好，我是来自 GS Realty 的房地产中介 Peony。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几位贵宾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亚比目前最火红的楼盘，也就是婆罗洲最高级最高送的公寓天喜168 Jessidon Twin Tower。先让我来介绍有承包商界里赫赫有名的中国建筑东马最高领导人李总。大家好。这一位是我的同事，也是我们团队里面的 top 校 Adeline。 大家好。另外还有新时代事业女性 Christina Fu。 大家好。我们知道中国建筑在世界各地都有代表作，那么建高楼对你们来说是非常的有经验的，你能不能够告诉我们天喜这一个项目以及你们的承包商的背景？中国建筑呢，在世界上很多著名的最高的楼都是我们中建做的。一个城市最有名的建筑呢，就是一定是那个最高楼的那个楼，是地标。Jessidon Twin Tower 就是我们亚比市的地标，整个婆罗洲的地标。目前呢，我们 Jessidon Twin Tower 一下子从35层这个增加到56层，所以说呢，我们那个 Jessidon Twin Tower 就是我们亚比的地标。中建呢，是这个施工那个高层是特别有经验的，大家更关注于我们高层建筑的这个防火的问题。我们这个高层建筑的防火不是靠那个消防局消防队员来灭火，都是靠楼里面的这个它自身带的这个消防系统来进行防火。大家和关注的这种高层建筑的这种抗地震的问题，我觉得呢，大家都知道沙巴州是风下之乡，这个马来西亚是那个地震比较少的国家，适合做高楼。李总，你能不能够说说天喜168现在的工程进度？大家都知道，我们天喜168目前是亚比市速度最快的建筑。我们速度呢，基本上每个月接近4层。我们到今年年尾，整个的 building 就创造我们沙巴的记录，到36层。明年6月就可以到56层。整个工程呢，最终的完工呢，我们预计是2022年6月。至于市场上，我就要请教 Adeline 的。目前很多人都说现在行情很坏，不适合买那么高级的公寓，但我知道在这一年里你卖了很多间，你能不能够告诉我们你的销售秘诀啊？我销售的成绩是来自于产品本身所带给我的信心。因为这个项目它本身是在一个非常好的地点，就是陆洋大麦。那我们在亚比住的，我们都清楚知道陆洋它是亚比区一个黄金三角地段，我们相信它以后会成为一个亚比新的地标。而且它是一个具有国际性代表的这个项目，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它肯定是在亚比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公寓。那另外我在销售的过程里，顾客有给予我一些好评，那这些好评也无形中可以让我更有信心的去销售这个项目。知道你自己也买了一间对吗？那你买这一间是打算是自己住的，还是打算拿来投资的呢？我和我先生买的这个单位，我们主要是投资的，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这个项目，特别是在它这个最高的楼层，就是54、55的这个，它有一个摩天会所，我们可以享用它那边的设施之外，最重要的我们可以观赏到就是沙巴亚比最美的风景。对，而且那么好的项目拿来投资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是的，对对对。那 Christina 你呢，像你这样的成功事业女性，你为什么会选择天喜168？而且我听说你购买之前也做了不少功课。因为这一栋楼呢是沙巴最高跟最豪华，那么跟我的对我的生活的理念非常的符合。那么再来的它的特别呢，就是它的地点的设施也是为了我的孩子，那么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好的社交群体，
那么当然在投资这一个项目之前呢，我是做了一些的功课，询问了我一些做房地产投资的朋友跟我的银行家，我们来讨论一下，他们大力的都支持我去投资这个的项目。你为什么最后会选择我们 GS Realty 的中介为你服务呢？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一位很好跟很值得信任的朋友来找我，那么我们坐下来的时候，他把整个项目完完全全的详细介绍，给了我很多的咨询跟帮助。那么我自己也去搜索 GS Realty 这一家的房地产公司，那么发觉它是很有名而且也是很庞大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所以呢最后呢我就选择了 GS Realty。 我想问问大家对房地产的前景和看法。我认为这个沙巴的地理天然的环境非常好，随着这个游客的越来越多，我非常看好沙巴的房地产业。其实我自己本身是蛮看好沙巴房地产的前景，因为沙巴资源丰富，它的地理位置很好，它的风景非常的美，那它自然会吸引很多外来的投资者，而且现在房产的这个需求量也不断的增加，很多人他们开始领悟到这个买房子的重要性，再加上现在政府也推出一系列的这个福利来帮助人民买房，这个无形中也是让我们在销售房产的时候有很大的推动力。非常感谢各位抽出宝贵的时间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经验还有专业的知识。天喜168那么好的项目，我相信买家们一定非常的有信心，所以观众朋友们把握良机哦，如果需要什么资讯，欢迎联系我们专业团队。